领奖的玩家请举手。我操他妈，这不是。这个警徽流我就留个十吧，我验一就是这个1470嘛，这个470头像都不一样，就一头像跟他们一样。我把一号人家开的是个好人，因为警察就十二和十嘛，那我就十二顺眼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后缀悍条狼开哪，哦，我不知道身份，这个其他我也不知道聊啥，哦，我是个预言家，但驾驶卡却点早了，我就验了一号人家是好人，警徽流先留十，再留二。好吧，其他聊啥？我也不知道聊啥，这个我就过了，好吧。怎么说呢？啊，还行。其实这个还行的点的话，也可以聊一聊。啊，还行在哪儿？啊，还行在，其实它发言真的很简短。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我是预言家，验了一金水，然后十二顺验，十号、二号顺验。但是不好意思，四号牌，我应该不会站你的边，我应该不会站你的边。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是怎么样啊，就是因为第一次玩游戏嘛，我也不可能跟你产生什么，不好的一些冲突啊。但是我不太能相信你店里在哪儿呢？你验的一号牌金水，那二号牌是不是接不到一号牌的身份定义？那井下两张牌，顺其自然打一张二，是不是要比打张十更好？毕竟你是四号牌，你是疑似预言家，你的验人我不说你什么，还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是你1470，验张七，验张一。对吗？那七十的话，我是你的话，可能会留张二的警徽流。那十的话，看上票；七的话，听发言。所以说，我不太觉得你能成立为一张我心目中的预言家。当然了，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最起码你现在的发言，在我这儿成立不了我能认得下的那张预言家牌。好吧，不好意思，四号牌，我不想再站你边，好吧？我觉得四张牌，四个字形容他吧，言简意赅，对吗？预言家的工作到位，对吗？爆出一张金水牌，警徽流留好了就过了。我觉得预言家牌工作给你们做完了呀，对吗？那至于他是不是张预言家牌呢？要我们自己去判定，对吧？总归后缀要跟这个四跳呀，这个四要么就是张扎身份的，对吧？要么就是张疑似预言家牌，对吧？这个五我觉得还行吧，好，我觉得五的底牌不太像张匪徒，因为五的底牌四五总归不共边吧，对吧？四五共边，五这个位置没必要去猛锤这个四吧，是吧？因为四张牌确实太聊得言简意赅了，好吧？可能是张灵魂预言家，好吧？听听发言吧，好吧？我是张好人牌，总归四这个位置给一丢了一张金水牌嘛，对吗？后缀牌去听发言，好吧？我过了。那个，四号是不是预言家还要听后面起跳的啊？然后五号玩家是个好人，因为五号玩家感谢这个权杖啊，感谢多谢多谢。那个感谢那个，哎，这个礼物就不用送了。我那个天狼那个钻还挺多的呢。然后那个五号的发言，其实他打的点是对的啊，就包括你警徽流留12，不如留20。对吧？那个，所以五号玩家说这点是对的，所以五号玩家是好人。那至于四号是不是预言家，后面对比一下吧。然后我也不多废话。六号没听出来是好人还是狼人，我就先过了。那个位置，我底牌是预言家，我一定开二啊，开二稍微大一点，是不是？一翻出的是金水，后缀发言都没有听到。起跳位不知道在哪里，开二既能左边定定格局，又能定定景象，但我不能拿这个点一定打他不是啊，所以得听听后缀发言，因为毕竟井下两张牌嘛，其实开一张，你说他定井下格局，也可以软定一下，但是一定打二稍微要大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五偏好吧，五在高之位第一个点出来，其实这个点谁都能点出来，可是对比例下发言五六七，我觉得五七还好，因为六号玩家说四号玩家可能是言简意赅的一个灵魂预言家，我不知道灵魂在哪里，四是不是个预言家，我听后就会发言去对比一下，但五六七里面的话，我觉得五七偏好，六可能就不太那么好了吧，好吧，我是个好人，过了。嗯，我觉得六是狼，那个七号玩家发言，警察再听一听，因为六号玩家警察没有去认四一定是预言家或者四的底牌是狼人，他说的是四号玩家发言就言简意赅，四五应该不共编，六号玩家发言就没有结构了，对吧？但是七号玩家发言是。四是不是预言家再听一听后置发言？六不知道，我觉得六发言像狼啊，好吗？八号玩家，八号玩家还好吧？好吧。多的就没了。我是好人。四发言说一金水十二，其实那个四刚开始开门票的时候，我觉得发言。那种语速挺紧张的，就是聊不完了，不知道该聊什么天了，就过了。我觉得四是挺紧张的吧，好吧。其他没了，我觉得五八还行啊，我过了。我是好人，我听听后缀发言。活泼的蓝精灵。我觉得四是狼，九像狼。九把锤了，这个四个人全部绑在一边，只打了一张六。其实我听六发言是还行的，我是觉得四上来可能跟我个人的听感有关吧。我喜欢那种就验人，就是不会去报自己觉得验人心路历程的那种牌，偏向那种牌我就愿意讲。像基本上心路历程聊一大堆，然后。废话一箩筐的，基本上都是狼汉跳啊。我这个刚洗完，刚洗完头，为什么这头发就他妈卷的？哎呀，我应该自己给自己剪剪头发。也没给你盖头，也没给你什么的。下播拿剪子剪剪。他能打成一张汉跳。我是听完四发言，觉得是挺像的。四那个位置不放手，我警下应该不会回头，好吧？我过了，我觉得九像。你保五八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是因为五八去打了这个四。那现在在你的视角里，连四是不是个预言家都不知道，你直接去保五八。不是，我头发是，比如说第一天，比如说今天洗完了，它就很卷。你是个预言家。然后到明天、后天，你会慢慢稍微直一点。就，哎呀，就。哦，这个我发言啊。我不知道谁是冤家，我也听不出来谁一定是好人，谁一定是狼人。我上警呢，我是想先来个自我介绍啊，我是这个等风来公会里面的这个玩的比较菜的一名玩家，我的 ID 叫云海之上，我是专门来背锅的，我是专门来背锅的啊，这个我是比较菜的，然后呢，我觉得。草药感冒。现在这个公会啊，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好听在哪呢？就是符合这个季节性，对吧？我觉得很符合季节性，因为现在是，春天来了嘛，万物复苏的这么一个季节，对吧？万物都在生长。那我们呢？我们也要发育，对吧？我们也要茁壮的发育。董凤来有很多的这个，玩的特别好的这个单身的小姐姐。啊，这个而且呢，不单单是玩得好，也不单单是单身，而且呢，这声音还好听，长得也好看，所以小哥哥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就玩的都比我好，长得也都比我帅，啊，声音也比我好听，所以啊，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喜爱狼人杀的这个玩家能加入我们这个公会一块玩游戏，是吧？
小小的就做一波宣传。钟馗、一厘米。那我肯定听不出谁是冤家，我那么菜，对不对？那我、哦、我可能仅限我听七是不是个好人吧。如果我仅限听七是个好人，那我就跟他站边的，他站边谁，我就站边谁了，好吧？那因为四发言太简短了，我觉得就五六两张牌去都去。都去说打这个四的什么什么的，这个我感觉听得去有点点怪哦。除了这个有点点怪，别的就没有什么。至于前面我重复一次啊，重复一下前面的发言吧啊。可能后置位的，因为后置位肯定有一张牌要起跳了嘛，我给你捋一下前面的逻辑关系啊。我都记在这个记事本上了啊。这个五呢是觉得四还行，但是他不想站四的边。六呢？他说这个四言简意赅，他觉得五还行，觉得四五是不共边的。那七号牌呢是保五是个好人，不打这个六啊。八号牌是觉得这个六像个狼。九号牌呢是觉得五八是好人，觉得六是个狼，对吧？十一号牌呢觉得九是个狼啊，就这么多，我就念完了，好吧？我希望呢给后面的，无论是你起跳的是预言家还是狼人，给你们一点点这个提供点信息，好吧？那你后面就聊吧，过了。感谢这个胖丁的这个骂书。我的怎么换了那个？跟你十二号牌对话好吗？躺好了，跟这张四号牌走。对话你这张五，如果说你是一张好人牌呢，我希望呢你不要太杠着一二跟十，或者是十跟二这个警徽流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我对话你啊，你如果说拿一张预言家在前置位发言。仅下两张牌，那我就想问你，你想不想要这个警徽呢？二跟十，十跟二，他竟然留了仅下两张警徽流，就说明是什么呢？无所谓的，他只是想告诉你们，仅下两张三就是言家了呗。你们两张牌啊，不是三条跳言家了呗？你们能听出来我是张预言家，就上票给我。在我感谢胖丁七七的前面的时候呢，我有盘过这张四号牌，是一张炸身份的牌，好吧？我跟你说，三号牌点点思的时间，你慢慢的想怎么盘，怎么去说，好吧？我是张好人牌，我先排在这里。为什么这样？我是这样想的，四号牌有可能是一张狼人牌，他在给我发金水这种，是想看一看我能不能博到这个力度。前置位如果说有跳了，对吗？他血赚，他不跳的话，比如说到十一、十二，他放手，或者是狼同伴在跳的时候，他放个手，对吗？我是张好人牌，这张十二号牌听他的发言呢，不太像张狼。你去把这张六号牌去摸了吧，二号牌、六号牌不用摸，对吗？三这个位置他不要跳嘛，你看他给谁什么定义，对吗？那三号小玩家，请准备好你的表演，好吧？我就对话你这张三，对吗？你不要说你跳，对吗？你就算蹦起来，我基本上也了。很难回头，好吧？因为我认准了这张四号牌是张预言家，我是张好人牌。对话你仅限二十，好吗？你们听完我的发言，我想用我的真心，对吗？给你们交个朋友，对吗？把你们手中那个投票呢，点在四号小玩家的头上，好吗？让我心爱的预言家，对吗？对吗？我全场唯一的真预言家拿到他可爱的警徽。那四号小玩家呢？你拿到警徽以后呢，你可以选择警右发言，对吗？让三号小玩家呢在末置位给你再去。想想看他再怎么去编，对吗？他怎么去打狼坑，好吗？三号小玩家准备准备，好吗？我是张好人牌，站边这张四，三号的发言就听听吧，好吗？就听听就行了。一号站边四，那你要去站边这个四，你说你是个好人，那你是个好人牌，你为什么要站边这个四啊？你觉得四号玩家的发言怎么就一定是个钢铁冤家呢？你得告诉我，让我认下你是个好人牌啊，对吗？一号小玩家，你的发言我听不懂。从状态来说，我觉得一偏好。讲真的，一圈发言听下来，我感觉可能左边面开了多张匪牌。一号玩家的发言是告诉我要去站边这个四。感谢正常情况下，一号玩家的发言他偏中性的话，三号怎么不报应？我可能就把这个一宰了。但是我觉得他的发言得吃验。就这样的局，我只听发言去验人。警徽流开一手这个一吧，二号玩家看票型，六是个肥，四是个肥，那五号玩家。就看你井下站边就可以了。右半边的话呢，我觉得九偏好，九的发言是去打了这个六的，我觉得九偏好。十一号玩家告诉我说你想站边这个四，因为四号玩家的发言简短，所以你想站边这个四，并且不想回头。那你后面的发言都没有听到，
你怎么就确信这个四一定是个冤家呢？那十一号玩家你是个好人牌，我觉得你都是一张不经验的牌，所以我的警徽流是开这个八开这个十，我觉得九偏好。十二号玩家井上是一个没有工作的牌，那十二号玩家看他的站边就可以了。七号玩家我觉得他是个好人牌，他能站对边，就虽然第一次跟他打就稍微绑架一下，不是大家都说他很厉害嘛，对吗？那很厉害的玩家得是找得到冤家的牌，所以七号玩家我觉得不用骗他，就右半边打两张牌就定义了所有格局，剪下就开这个十，先八再十，听清楚，先验八再验十，不是先十再八，先八再十，因为我觉得九偏好，其他东西没有了。我觉得你一号玩家打人是没有点的，就不验你了，就先八再十，就其他东西没有了。我是个冤家啊，今天初六过了。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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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这我第一个发言，我也不知道这个二十里面到底出几张狼。我井上听了一下，我觉得十一、十二是好人，十一好像是好人，原因是因为他是站我的边的，而且他去打了九。我就是不站我边，我觉得他是真心想站边我的好人。十二号玩家，我一开始觉得他聊的一般哦，但他最后把那个笔记都聊出来了，而且他跟我听的发言，跟我记下来的事情是一样的，说明他有认真听啊、哦。因为我觉得狼人就没有必要认真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是个想找狼的好人，好吧？五号玩家虽然他打了我，但我听到这个六、七、八，甚至九，都告诉我这个五号玩家呢是好人，所以五号玩家可能啊、哦。是那个殴打预言家被狼拿来当枪使那个好人，所以我可能能摘是五十一十二吧。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警徽啊，一是我金水，其实坑锁的蛮紧的。六号玩家站我边，但六号玩家没去攻五，因为你站我边，你肯定就六号玩家是三查杀，那我就不管了。这个因为你们就算出的话，也是这个把六号玩家出了，六号玩家生死呢由他自己决定。那验人呢，我可以自己去验。好，我奔二十就基本不吃我烟了，我也听不到他们发言，我也没办法对他们进行我的评价，所以我自己就翻着听听看。我可能能验的人就是这个九号玩家和这个七号玩家吧。好吧，验九是因为九号玩家打我点，我觉得有点牵强，但是我也不一定能判断他是个好人打我还是狼人打。他说我发言什么比较紧张之类的话，就这种发言可能比较模糊，比较定义不了吧，我可能往九开开。七就是他保了五。然后说不知道谁是预言家，所以我验人可能去七九里面开吧。那反正我也没警徽，我也不用留我警徽留。感谢奶盖鱼和土拨鼠的话术。那有几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感谢十一十二我听感偏好。五号玩家虽然打了我，感谢奶盖鱼和土拨鼠还行。那一我金属梦梦，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六号反击呢？那能不能活就靠他自己了。好，我们六号玩家，那三十个悍跳，那我二号玩家和十号玩家我就听发言了。我晚上能验人，我可能就去七九里面验验。找就对一下我自己答案。那我觉得狼可能不会留我吧，因为这个板子没有守卫。那我是预言家，我可能明天一定起不来，不管今天谁出局。好吧，其他就没有了，我就过了。这个三是个狼，好人就跟我一起出三，好吗？因为我第一个发言这个有点不利，好吗？那我希望一号玩家我金水牌你能听完发言以后点点狼，好吗？因为我听你发言。我实话实说啊，就有什么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二号跟三号谁是冤家，真的是这样的。说一下我自己的理由啊，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当然了，就是从人性来讲，将心比心，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不可能对一张保我的牌去怎么样。这张四号牌他怎么着也是说了一句，那外置位有几张牌去保了我这张五，那可能这张五号牌是个好人去殴打预言家，那他包容了我，那我没有理由再去怎么样，对吗？就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所以说我对这张四没法太大去评价，当然了这个东西就是瞎聊的，这东西就瞎聊的。为什么呢？主要在于有一点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很触动我，就是说他这个位置守这位发言，他盘不出来太多东西。他在盘这东西的就是说，因为二十两张牌都给这张一号牌、二三号牌上票了，他不知道几张狼，然后还怎么怎么样。他说你一号牌在末置位，你帮我再去点点狼坑。我觉得这种四号牌对一号牌的这种信任感还是蛮打动我的，因为你想一号牌这个位置，对哈，对吗？近乎尾之位接了一张金水，然后后面的话张三号牌是跟一号牌不共边的一张牌，所以说一号牌接查杀只能自救，就他这个位置狼同伴一跟四共边只能自救，他的发言能给了三充足的压力，对吗？那一四两张狼人牌，四选择把一打成一张焦点位的同时，且一号牌的发言就把自身打成了焦点位。我觉得狼跟狼这么去玩的话，我觉得按照四号牌发言给我的感觉，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但不说没有概率，不太可能。所以说他四对一号牌的信任，让我感觉他的面很有。但是我这个人毕竟是个男人，对吗？那我自己说的话也不太会去打自己的脸，那我就再听一听，总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对吗？那大家相互交流交流，我是什么牌，对吗？你觉得我说的话值不值得参考，然后你去判定这张三跟四的关系。我只能发现这么多。我会再思考，我会出票，我不会压手，好吧。八十吧，好吧，九号牌，我问你啊，你凭什么打我井上四张狼人牌啊？我是个女，九是个饮水啊，井上只有你一张饮水牌来打我这个六啊，我六前置位，我对五张牌，我是不是做了点评？我说五的底牌是张好人牌，四张牌我吃不准，我又没听到后置位那张预言家牌的发言，你告诉我，我怎么去定四十张悍条还是一定是个预言家呢？因为他发言太言简意赅了，对吗？他只报了个眼人，警徽都流出来。我觉得他把预言家的基础工作给完成了，然后他就过麦了，你叫我怎么去定一张牌呢，对吗？我觉得就二三八十四个狼呀，八张牌的底牌是张匪牌啊，八张牌来吹我张六号牌，他保了张五号牌，他定七张牌是好，那我六张牌有什么工作呢？我井上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工作，对吗？那你九，你知道就我对话你饮水九号牌，你知道这个三为什么给我六丢查伤？因为你是个饮水啊，你点了我这个六十个狼啊，在女巫的视角里，你是个饮水女巫牌，大概会沾边你张九号牌，三这个位置给我六丢了一张杀牌，懂吗？我觉得十一好人，十一张牌虽然顶上缺了张九号牌，但我觉得十一张牌，他底牌但凡是张狼牌，他知道夜里刀了张九号牌，他不会这么去猛打张饮水牌去做身份，所以我定十一张好人牌，对吗？井下我觉得就开了两张匪牌，因为一张金水牌，四是个预言家，对吗？左置位就开二三两张匪啊，右置位就八十嘛，八张牌是井上那张狼，对吧？井下应该就开二十两张匪牌，不开这个四狼同伴，好吧？我觉得就二三八十啊，只有二八十三张牌能跟我就派你的狼队友，外界我觉得开不出狼牌来跟我跳女巫，好吧？另外也没了，我觉得就二三八十四个狼吧，好吧？我对话你四号牌九不用验了，他上银水牌，好吗？饮水牌井上打一张牛牌，就挺厉害，好吗？昨天捞了你，好吗？还井上说，听六狼人，我狼的点在哪里啊？你都说了，我发现没有结构的，那我凭什么是张狼人牌呢？对吗？我是六的狼同伴，我是这个四的狼同伴吗？四张牌前置位跳了，对吗？跳的这么言简意赅的情况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四，我当时定四有可能是张炸身份的，或者是个悍跳，或者是张灵魂预言家，我是不是三种基础逻辑都跟你盘了呀？对吧？出这个三啊，我是个女巫，好吗？那个这个六号那就应该是个女巫了。
然后四号就是预言家，三号玩家就是狼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那十一号警察第一个去站边四的，就是我没记错的话，十一号应该是在所有人都没有站边四的情况下第一个去站边四的。原因是四号认为九号是狼，然后并且保了六号是好人，这是十一号的反应。我觉得十一号有可能就是那个倒过狼，那就是十一号，我想想，那就是十一号、三号。两张狼，然后井下肯定得有狼，不知道是不是井下这两个都是狼，再听听呗。因为在这个位置，真女为这个真女巫跳了，所以说狼人肯定必须有个人悍跳女巫。那悍跳女巫这张呢，大概率会在二和十号里面去悍跳这张女巫，因为二和十已经把票投给这个三号了，要是。其他位置再悍跳的话，等于说又白送出来个位置，或者十一号再悍跳个女巫，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十一号那个位置感觉悍跳不了女巫，原因是因为他警察就打了九，他不可能这轮说他是个女巫，为了藏身份故意打九。所以二和十里边，我不知道二和十是不是双狼啊，反正里边有狼的话，应该会悍跳女巫。再看吧，我今天会出三，我会司景辉，然后我认六号女巫，我过了。那我是不是不拍身份？我可能就领毒了呀，六号玩家。我底牌是个白呀，因为你井上的发言是你说四号玩家灵魂预言家，我都不知道灵魂在哪里。我觉得七号玩家好人啊，井上觉得七偏好啊，五六七里面我只是排了个序，我觉得五七可能偏好。这个位置我觉得六，因为井上他说四可能是灵魂预言家，所以我就觉得六不太好，但我没有打他是个定狼。你的饮水快打你是个定狼，我觉得十一可能是井上的倒钩，因为四井上发言确实是很，我觉得七井上是好人的点就是点了十一，因为四的那个发言真的没办法去站边他，你没有听到后面疑似预言家的对比之后，你没办法去站边他，好吧。六是个女巫的点，可能就是因为他发了九饮水吧，九号玩家井上暴锤了四号玩家，已经不站边四了。六如果是个悍跳女巫，没有理由去给九发个饮水啊。就是我觉得六是个女巫的点，以及三号玩家井上那个视角一出来，我都有点懵逼，为什么吃了二十全票？哎，三号玩家收井，这个妹子往脸上弄一个小草莓是什么意思啊？一都不进视角的，一到底是吃不吃烟的一张？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八号玩家井上的发言是，我觉得武器偏好。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妹子在脸上弄一个小草莓吗？开朗四是不是个预言家？我不知道。我觉得六可能不好，这是我井上的原发言。我觉得六可能不好，武器偏好。我都殴打了你的井上的一张查杀牌，怎么视角第一井会留宁静八呢？一十一在你眼里是什么？甚至你入八你都没有入七。我不知道啊。对六没有身份定义。我问问啊，我井上殴打了你的查杀。我不知道啊。你说你第一，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问你们呢，我他妈不知道。什么视角？怎么能开到八？八井上顶了六，可能是个狼，可能不太好。三号玩家说我第一井会留开八，结果二十七刷刷上票给这个三。我听听吧，我觉得二十里面不知道是双狼还是说出一个，但是十号玩家应该是狼人好吗？因为十号玩家进了四号玩家的第一井会留，我觉得正常视角应该是十号玩家至少要保证一轮平交 PK 吧，因为三号玩家对井下是没有什么定义的。他说我井会留八十眼。八十眼四在高就位起票去打了井下一张十的警会流，你不入二，就感觉二这一票可能一定会上给你一样，因为你没有对井下太多定义之后，你吃到了两井下两张票，我就井下我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开不了好人吧，哇，开不了好人。十一号玩家井上上倒钩的点，四号玩家点过了，因为四号玩家发言真的很简短，你没办法去定义的情况下，你说你站边四不回头，我觉得能发这个言的只能是一。因为一接了金水，他底牌是个好人的话，可能就是会信四很正常。可能在外置位，我这觉得没有一张牌能够说四号玩家一发言就一定是个预言家，好吗？我就投三了，过了。我也不知道八号玩家为什么跳身份，好吧？那个，我井下听四，我没有听出来四是那个四号玩家，你井下说。认十一号玩家是好人的理由是因为
十一号玩家一定是好人的理由，是因为十九号玩家井上不站边里，十一号玩家去打了不站边里的牌，他是真心站边里的，所以十一号玩家是好人。哎，我怎么点不了加斯卡？所以我觉得那个四号玩家发言有问题，好吗？我在城底位再听听三的发言。六爆我饮水，其实女巫面我先走一步啦。完了，他先走一步了，他要砍原家了，我告诉你。赶紧把原家砍了吧，他要咽不了人。请闭眼。你们知道为什么预言家会挨刀吗？你们知道为什么预言家会挨刀吗？预言家挨刀，说明有一张狼人牌很不好找。亮了，那张狼人牌一定非常难找，知道吧？那我们听四抱怨人吧，快点。我觉得七号玩家狼人啊，在那个位置点井上十一的发言为倒钩狼人牌。我说的五七四，尤其我拿预言家的时候是跟这个四基本上一样的，一毛一样，好吗？不喜欢发很多的言，爆个艳人，悠悠警徽就接过了。就是为什么信这个四比较像的点，那个墨，呸，不好意思啊。烫到自己了，七那个位置莫名其妙的点我为倒钩，我觉得七是边角的那个狼啊，一是的金锤都在那个位置成为我一张女巫，十二的警上发言，我认为好人，那七号玩家你不做狼人吗？那七十一肯定就做不成两个狼了吧？你们听了这个逻辑总能懂了吧？为什么打九你警上为狼人哦？你在那个位置你都不确定这个四是否一定为一张悍跳狼人牌。直接保了打过这张四的五八两张牌，我认为你在那个位置你没有跳，你是个狼你没有跳，你在为你后缀的狼同伴拉好感再拉票，好吗？这是为什么警上点这个九为狼的理由。就我觉得不需要验我啊，今天听四报验人，有查一下走查一下，没有查一下的话今天把这张七给抬了。我是要出戏的，因为如果四那个位置但凡没有验视查下来，外置位开了金水，今天这张七号玩家一定得就出局。我不信一张好人牌的那个位置点十一号玩家顶上的三眼，我一张倒钩狼人牌在干什么？七号牌如果是个好人牌，那我不能接受，好吧？我不能接受歪哥的配置现在已经这么低了，好吗？我是个好人，井上为什么证明你这个四理由跟你说的一清二楚？我认为九狼日常做作，保好人为他后续为狼队友铺路，为什么证明你四预言家？你拿预言家的状态跟我特别相似，好吧？没了，我过了。哎，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五不像狼，五的那个位置的发言都给我逗笑了。五说二三对跳的话，那我不是是三四对跳五号玩家。你能不能认真听一下发言哦？干嘛哦？三四对跳，好吧，不是二三。我觉得他是个狼的话，他连他狼队友或者是说预言家是谁，他都没有听见他在干嘛，那不就是个好人吗？外置位，二十里面去找一个狼，我觉得应该开不出两个狼，我认七是个狼。
八那个位置警上的三爷应该是跑不掉了，七八二。嗯，三号就报那个点，他不让我十号号玩家发言。先说一下吧，为什么那个投票环节为什么投三？因为其实三四两张发言在我看来都挺一般的，但是三毕竟是发六张查杀，前置位听牌，我觉得六发言不像一张好人牌，所以我当时我投票就投了三，这是我上票理由。然后当我看完投票的时候，发现是二十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是不是站错边了一张牌？然后我觉得七有问题的点是在那个轮次，其实你更应该考虑的是我们二十里面有没有可能是站错边的好人，你直接跑去找一张所谓的你觉得像倒过的牌，我觉得找倒过的牌就是你自己可能是一张倒过的牌，所以我觉得七有问题。九的话，那就是这卢卡斯什么发言？好吧，那投十一，投十三是狼，还有一个狼是谁啊？是五号玩家是吧？那个四是预言家，五的发言就再听一听吧，好吧？那二可能不是吧？因为十一号玩家要去攻七号玩家，十一号玩家是好人，肯定二十里面有狼啊。我先过了，十号玩家应该也是狼。五号玩家再去听一听吧，好吗？其他就没了。那三自爆了就没什么狼了吧？我觉得十十一，三十十一五吗？过了。我觉得二三十十一吧，二三十十一，我觉得我不太想狼。我希望你翻了这个十一，好吗？我希望你翻了这个十一。那我过了吧，为什么不开毒啊？十号玩家一定零毒啊，二都有20-30%的可能给三，因为井上四十进了四的第一井，回流二有可能上票给三的，但十一定是个狼，为什么不开毒啊？我为什么跳身份？我不想啊，我也不想跳身份啊。六号玩家说八你是个狼了，八你是个狼了，八你是个狼了，重复了三四遍，我不拍身份他把我毒了怎么办啊？为什么不开毒呢？我就一定毒十啊，过了。十一也是个狼，哦，那个就是十和十一是狼的原因就不用说了，然后最后一狼开在二和十二里啊，五号肯定是好人啊，五号玩家他的发言起码是在支撑四号的，他在那位置，四号刚发言完，他两轮发言，其实他要是狼可以干很多事情了，他都没干，他那个位置就反正发言是，反正至少我们听下来是向着四号说话的，然后那就不是你们狼人干嘛还 不自爆啊？因为你们自爆的话再砍一刀四，那至少二和十二有可能，哎呀，掉线了，掉线了。哎，呀，哦，我那个，我刚才那个掉线了，然后，我是觉得那个最后一狼在那个二和十二里面，然后就没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二和十二谁是狼，因为二号到现在还没听过发言。十号是狼的点是因为他这轮不打死二，因为他在井下跟二同投票给三的，然后他不打死二，他先来撩我七，然后就没了，那就肯定是十和十一顺出呗。然后那个，然后对我还建议这个狼人应该此时此刻自爆把四号砍了，然后就没了，我过了。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看啊，是不是自爆了？你看他，我就猜他们会自爆了。天黑，请闭眼。
嗯，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点自爆呢需要点个确认，并且是大家稳定的发言状态才能点确认自爆呢。我就卡着张七号牌过麦的时候立刻过麦，让四争取在吞麦之前发出那句言，结果十一自爆就比较有趣，好吧，就比较有趣。嗯，我想想，点张延时卡吧，真的点张延时卡吧。给大家充足的想法。这张延时卡那不是给我自己点，我说一下，我标的民牌是九号牌，然后八号牌好像跳了张白，张七号牌呢上轮的所有动作就是包括他点张延时卡，他的发言就是让狼人赶紧自爆，怎么还不自爆？为什么还不自爆？就这一点啊，真的很秀，你知道吗？就比较聪明，聪明在哪儿呢？我觉得如果他是张狼，就给是一张对自己的发言极度自信的一张狼人牌，就哪怕他聊成这个样子，他还能把话给我聊回来。所以说这局游戏呢，打到现在呢，不是很稳，因为场上没有出来身份的，只有一张枪。那么这样，大家很多人认为五号牌是好人，那我在这拍张枪，所以说后置位的人就不能去拍枪。大家呢就公平竞争，就除了我张五剩下的牌公平竞争，谁跳枪出谁。那如果把枪出了呢，你去带张狼，你去找一张狼，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五号牌是枪，你们不能跳，好不好？那现在场上位置身份第一的就是一二十，九号牌是饮水，他其实当时聊十那个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没太明白一点，就是在于他保那个二，因为二我还没听到他发言，我还比较期待，我还挺期待能听到二号牌说话的。那二号牌这把应该是归漂位是吧？这样，这样咱们再玩一个比较有趣的，玩的花一点。就五号牌呢，我感觉张二号牌这把可能也是个好人牌。我先给他二号牌树立一个 flag， 他可能是张好，那我先保一下这二，我听他发言能不能跟我心中对得上，好吧？就这盘应该能听二号聊天了吧？我觉得，因为我们这盘肯定是初十的啊，这个轮子肯定是初十的，然后还能听一下这个二和十二的发言，然后就听一听，然后这轮能听一遍这个二和十二的发言，下一轮还能听一轮，二和十二的发言。我们这样就从两轮发言，我觉得二和十二谁是狼就显而易见，因为五号已经跳枪了，所以二和十二里面就肯定是一个平民，一个是狼，对吧？对于狼人来讲呢，这个还是有几率这个聊过对方的。但是如果此时十号自爆的话就尴尬了，因为十号自爆的话我们就只能听见二和十二一轮发言了。要不我觉得十号你先别自爆了，因为这个二号到现在还一次话好像都没说过呢，要不我们就听一次好不好？那个我就过了，然后我们就听听二和十二发言就完了，我过了。五号牌为什么不开毒？开毒多一个轮次啊！因为现在你只能认二十是两个狼。如果说外置位有容错，可能是十二，因为十二井上发言是我不知道，先聊了一通工会的事情，这倒没什么。最后他的结论，因为四号玩家已经发过言，陈志伟已经有很多人发过言，而且九十已经成立了逻辑关系，九不太能心思打六底牌是个狼人，十一打九。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我要跟这七号玩家走，七号玩家是个好人，我就跟他走。十二的发言也保不了啊，五号玩家、六号玩家要是开了这个毒，那我们多一个轮次，如果说二十里面产一个好人，还能去找一个容错。啊、现在妈呀，投十，你就再跑一下。投十，今天先出十，二的发言没听到。哦、你可以。五号玩家也没有什么好秀的，外置位只剩我觉得二十十二吧，我觉得是不是狼人。井下五的发言力不太像狼，井下快速放手也不太像十号玩家，晚点是狼，好吗？十号玩家一定是狼，我讲过你不能上票给三的理由，以及井下
你也去殴打这张七，十一你说他反弹去打七，有理由，因为我认七的点就是他井下直接点十一是个倒钩，因为井上十一发了言，我也给他标了一个狼人，不管四是不是个预言家，我就标了十一是个狼人，所以七去点十一是个倒钩的时候，我觉得七是个好人。十号玩家如果底牌是个好人，他的视角不是先殴打七，而是盯着井下这张二号玩家，一定是优先去打二，而不是盯着七十一的。所以今天十号玩家，出局好吗？出局。五号玩家那个位置跳了猎人，你跳不起来了，好吗？你跳不起来了，二十都跳不起来猎人，二十里面跳猎人就出他们，好吗？今天我就先把票定到十号玩家。有点难受的是，我今天要倒牌，我听不到二的发言，那我就先把十归了，混。哦，那就先投十吧，好吗？其他的明天再去听一听。那五号玩家跳墙是吧？听一听后缀发言吧。先把石头了，我过了。井下你们打死二十两张狼人牌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底牌十张平民牌的情况下，我二这张牌我还需要去打吗？我是在顺着这句话去打的这张棋，所以你们这张话，那现在是十一自爆了。我现在我对七是有一种他疯狂地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包括他那个位置说你狼队快快点自爆等等的情况下，你们是看七看的玩的太少了还是什么？七卖掉三张狼人牌，然后把自己做成一张好人牌的事情还少吗？我的点其实是在三自爆那个点，所以在聊的是七九，然后聊完七九之后，我是要回到那个位置，我是去打二这张牌，所以因为发言没有发完，所以才是这个情况。这个位置嘛，只能出二呀。你们现在第一，你们没有听到我的发言，你们前置位所有的牌是不是前置位所有的牌都说这个轮次要出的是，那为什么不是二十 PK 的轮次呢？说的，你们自己想吧，出二过。先出十呗，出十啊。我二没听到发言，我就不确定二七谁到底是最后那一张了。我二七这个二没听到发言，我就不能确定到底二七谁是最后那一张了，知道吗？因为对于这样七号牌，我还是确实存疑的。哼，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点啊，第一点，七是好人，他确实能点对三狼四狼，这都是基本操作，倒钩狼能点得出。七是狼人。他确实如同这张十号牌所说，他也能卖得出所有他的狼同伴，自己活到最后。那这个七号玩家是确实能有这个操作的，所以我对七是存疑的。那十为什么你一定是个狼？首先你上了匪票，你不打这个二，你昨天不打，今天你又打这个二，你今天轮次你不应该出，你没听到这个二发言之前，你不应该觉得这个七是一个狼吗？你不打七，那你的视角你也不打五，那不就二十二最后两个吗？对不对啊？那出十，因为十的发言，我听十的发言，他里外里，他开口他的发言，他就说什么，那你们看七嘛，你们看七，你们是不能放下这个七的，这张七号牌呢，他是能做得出来这么一个麦斯和狼队友的这么一个事情的。就好像在跟我说，他那个七号狼同伴对话说，这个棋确实是能卖，确实是把我们都卖了啊。为什么？他前面在说十一自爆十不爆，话锋一转说出到这个二，就让我特别的奇怪，知道吗？我听着就特别的奇怪。这个就五，你枪你就别藏了，场上大家也都有这个配置，对吧？我是平民，你在一跟九之前去穿这个枪的衣服，且这个九，我跟你说五号牌啊，没有全场保你，人家这个九啊是井上井下都打你五的，所以这个五这个位置去穿个枪的衣服，那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枪了，好吗？所以我视角就是二七十，那出十肯定先出十，那二七十最后那一张我真不确定啊，是有可能是这个七的。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二这个十去出这个二给这个二做身份，是有可能的。
对吧？那我反正我对，因为十的发言，我是觉得我吃不准到底二期谁是那最后一张，那你们就得再听，可能再听听你们的建议吧，好吧？那就能再听听二的发言，初十。已经出十的，那我在想到底是二十两张还是十号牌一张了？真的，我特别想听这张二，你上票给这张三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我挺难受的，因为什么呢？这局输在两个点，我感觉很大概率要输啊，不是甩锅或者是什么。第一点，这张四号牌呢，警徽是没有拿到；第二点呢，这张六号牌的毒没有开，对吗？因为外这个容错太多了，好吗？十号牌十张狼呢，就是第一点，十一是张狼，对吗？十一号牌跟十一号牌甚至会去打这张七，不对的。你十号位在那里可以去打这张十一，可以去打这张二。他的麦的问题，应该是手机的麦克风的问题，估计插耳机了。你们听完井上武这张一号牌第一轮的发言以后，对吧？我就跟你们说了，跟你们交个心，做个朋友，对吗？把你们手中的小票给这张四，你们拒绝，就像什么呢？我给你们一个做好人的机会，你十号牌拒绝了，你二号牌也拒绝了，对吧？你们就说对不起，对吧？我是在好人里面的卧底，对吧？那没办法，我就只能把你这张十号牌先出了吧。那我朋友说的也好，对吗？先出这张十，为什么呢？投石问路，对吧？出完这张十，后面的路呢，我们明天再说。今天晚上谁死呢？八号牌，对吧？那才能拿到古代牌，好吧？你先走。最后一张狼牌，我在想到底是这张七还是这张十二？二呢，我想放它，因为什么呢？这张三号牌在跳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去对话了一张十。他对话的二是这个样子对话的，二号牌，对吧？你在这位置，我看你上票。二号牌上票呢，我能问他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位置，三号牌给六号牌发了个查杀，对吧？二号牌是一个左支位支张，叫什么？四号牌的一个坑位学里面，所以说他不太想去那个，对吧？随便他吧，好吧。二号牌小玩家，你听听你发言，没听到你这么多的发言，我挺难受的，对吧？第几天了？第三天了，你一轮眼都没有发，真可怜。我知道还能发了两个眼，好吧？这二号确实惨。我是当平民牌，你们信吗？对吧？我说我排名，好吧？出这张十，好吧？七十二明星批吧，啊，听听这张二，我感觉二不像张狼，这张三号牌告诉我的。三号牌说二不是张狼，那我有可能挺相信这张三号牌的。我才给张八标了张白，好吗？因为女巫有两拼毒也读不到他的头上啊，这个轮次对跳女巫的局，怎么可能他跳个白出来？但到我这个位置还没人拍他，那他就是个白。那八是个白太简单了吧？八是个白，一是个金，十这个位置是一张狼，三十一两张自爆狼。我觉得七不是啊，七这个位置是张狼牌在干嘛呀？说你们狼牌快自爆吧，就像这个吴起身说的，这个七除非他对自己发言极其自信，就他觉得扛推不到他，就怎么都盘不到他，不然他为什么会去对话自己狼队友自爆呢？且十一他们不自爆我着急啊，是什么？是这个十一跟你的对话，他这个位置起身他是猛锤了一下你，他配置绑架你，他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你能盘不出他是个好人，他就觉得你像个狼。因为当时你的麦序在后面，你这个位置你但凡有个什么身份啊，就直接把他锤到土里了，这是你气的狼面，他是有可能在狼打狼的，好吗？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先盘不到你这张七，总归先抬张十，今天晚上这张八倒牌，九这个位置是一张饮水，一九两张好人牌，那不就是你五十二里面我去找最后一张狼吗？对不对？我觉得这张七我先不想盘，好吗？就我这个位置为什么给这张三上票啊，有一些我个人的因素吧，所以我给他打了一票。而且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四级的发言太简短了，就大家一起进来开个大车，对吗？然后跟 JY 一起打，你拿个预言家牌，你井上你尬聊，你至少也得给我聊个九十秒啊，你三十秒都没有聊，对吗？所以我就不想信你。而且三这个位置给井就前缀一张六号牌发了一张查杀牌，
当时其实我没太仔细听发言，我就听这个九发言，他说跟六号牌像个狼人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听九发言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他这把不太像个狼人，所以我觉得六可能是个狼。那三这位置给张六甩一张彩，明天直播呀，明天周二，然后有一些个人的因素，就所以给张三上了一票，好吗？今天先把这个十出了，就十两轮发言不是在任了吗？对不对？把这个十先抬了。我觉得你十二号井上的时候，你先是就你摇了一百多秒都跟场内游戏无关的东西，然后最后你盘的那些摇的那点逻辑，感觉都是就重复了一遍，没有你自己的见解，好吗？就不太像个好人，这是我对你十二的评价，好吗？我听五发言优于你十二，我觉得出了这个十，下一个可能我就会直接打你这个十二，就在你头上暴扣一下，好吗？出这个十啊，就把这个十抬了，过了。先把卢卡斯送走吧。八头的二，哦，那就说明八号和二号关系确实有点不好。八号在这个轮次一张白吃牌能临死之前投二，说明八号跟这个二号关系真的很差。先知位有人在打到我这个点上之后，现在所有人都把我默认是一张狼人牌，然后二那个发言他已经跟七已经站在一起，然后要去打后置位，打到五十二两张牌上面去了，基本上是输了。我天黑请闭眼。谁是最后狼？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又是我先发言，先发言也可以啊。这样，我听二号牌的发言，他说盘到最后是五十二，看那之后一定一匪啊，十二呢可能要先优于我这张五号牌啊。这样先脱衣服，那、啊、先脱衣服啊，我不是个枪。我或者是说，我可能是个枪，但我是可能是个不能开出枪的枪。这么可能这么玩也可能太无聊了，毕竟第四天嘛。那我们就打得花一点。我五号牌，在第四天，首置位发言，我先认个狼。我五号牌是狼。我井上第一天呢，对张四号牌有动作。井上后续呢也有动作。我五号牌是个狼。我的高置位认个狼，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场上明走的是三跟十一，我两张狼同伴。出的这张十号牌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狼队友，因为我盖牌玩这个游戏。那四号牌预言家走了，六号牌女巫走了，八号牌单票挂了二，他又不是枪。八二号牌那个位置可是打了这五跟十二对吗？那我又不是枪，那二跳了枪，八没开枪。那么问题来了。我五号牌高置位第四天认个狼，压力给到你们后面，你们敢不敢出我五啊？敢不敢出我五啊？好人牌认得下我五号牌呢，自然不会出我。那狼人牌你敢不敢这一轮去冲这张五号牌？
那么我就听一听，我听一听。五号牌认狼了，那你们后置位对五有什么看法？你们的结果导向，你们觉得场上谁是狼？五号牌到底是不是张狼人牌？那今天轮次很简单，对吗？那一九里面有枪呢，那跟二对枪，那今天就出二。一九里面没有人跟二挑枪呢，那今天就七十二，包括我这张认狼的五，我们三张牌去 PK， 怎么样？那这样可以了吧？很公平，第四天很公平。啊，五号牌认狼了，那你们该怎么做呢？我听一听，好吧，我听一听你们的发言。阿郭，不给点加时卡，不想点了，好吗？直接把这个十二抬了，我觉得游戏结束了。我不想去盘这个棋，就像咋说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七这个位置它是一张狼牌，它井下首先点自己十一号狼队友，说他是比起身第一个去站边张四号牌的，对吗？然后又在你说什么？哎，我就感觉他去点这个十一，对于这个七号牌来说，可能只能是，初阶到中阶的狼人玩法。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样玩的，真的。所以我不想去盘这个棋，我觉得只有这个十二了，把这个十二出了吧，好吗？这个五发现不太像个匪，点了加扯干嘛呀？出十二吧，我觉得出十二游戏结束了。如果啊，但凡这张十号牌，他拿一张好人牌，把自己聊得跟个狼一样，出局。聊得更像个狼一样，那我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场上现在就是三狼走了，好吗？而且我是这样感觉啊，七要是个狼人，他可以跟十一共勉，但是他应该跟这个十不能共勉。他跟十不能共勉的情况下，七这个狼人现在场上有两狼，好吗？有两狼的情况下，我觉得他肯定在那么多牌里面能听到枪的位置，所以直接拍刀了。所以我不想去盘这个七，好吗？我想直接出这个十二，出十二应该结束了，好吗？过狼。就我觉得七这个位置，只要他不是个狼人，他末置位发言肯定也不会说会去出张二号牌或者出张五号牌，就不可能会这样说，好吗？至于这个九号牌应该也因为九号牌是个饮水嘛，这个玉女捏白的板子又没有混子，对吗？白痴板子这个九只能是个好人啊，所以我觉得九这个位置也不会说什么出二出五，所以我们定票归这个十二，好吗？出十二，我觉得结束了，过了。加时卡就不点了吧，我感觉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出谁呢？其实挺脑子里面挺乱的，我谁都想出。因为为什么呢？我只知道我是张好人，九是张饮水，其他所有的牌。我都没有认下来，我这说实话我都没有认下来。特别是你这张五号牌，你今天聊的所有的东西我一句话都没有听懂，真的标点符号都没有听懂，好吗？五十二里面归吧，我会在五十二里面挂，好吗？我会听从你九号牌分析一下，我太乱了，好吗？真的，因为为什么我收集的信息太少了，这一局自爆爆了以后听的东西都忘了，好吗？我挂吧，五十二里面挂吧，过。那就二五 P 吧，这我觉得这个二跟五聊的我都听不懂，而且你们都是感觉是按跳不跳的，对不对啊？我昨天不就拍了我是个平民吗？而且我表示了我对二七的质疑，我听五不是，且场上那么多张牌去保了这个五。那我听完二五今天的发言，那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个太畏惧这个七了吧？那其实应该就是好人了，因为其他所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像铺垫好的一样，包括打十一是个倒钩，十一自爆，十一跟七的对话，谁去自爆了？然后他家就最狼队友自爆，然后包括十跟七的对话，我其实我在认真听发言的时候，我是脑袋里面有想很多事情的，我是有想很多的，我甚至都把之前
看到的，看七号这个但是直播的时候天秀的局是狼人牌，活到最后的、这个、那几局我都想到了，花好多钱，那这什么办法嘛，对不对？那天生就确实是畏惧，井上就那什么了。感谢之前连舒服的，因为二号牌昨天他说，因为五在前置位他是跳枪的嘛，二说那今天先出十，是昨天二的发言，他说先出十，五十二呢就再找另外一张是五十二里面最后开一张。那我在想到二发言的时候，那二不是枪，凭什么能打到五呢？那今天五号牌起身的发言就更奇怪了，他先是先置位认了一个狼，他说自己有可能是枪，也有可能不是枪，又把衣服脱了。那你要在我这个位置，你要说要我告诉你二五的狼面谁更大，我只能说我给的建议哦，我给的建议哦，可能是这个二，可能是这个二，因为我搞不懂，因为五啊，已经第一天已经有那么多人去保五了，就只有一张九号牌允许牌打这个五，这个五和他后面玩这种操作的意义在哪呢？他想给我们打反心态，想秀一波吗？但是我昨天听的，我觉得坚持昨天听感啊，我听五确实就像强，所以当二排枪，不是当二说要打到这个五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二标了一个狼呀。这我真的，这个，哎，我确实挺纠结的。那我听听七九的意见吧，好吧，我听七九的意见吧。如果反正我是觉得可以去二五 PK， 可以去互挂一轮再听一轮。但是如果你们确定了要出谁，那就你们看着办吧，好吧？那我也不敢去背这个锅。我觉得五应该不太能是狼了吧？那十二号玩家，我觉得你发言不是平民视角的发言。且 LSOYVFE，而且我觉得你要是枪，你就直接拍了，那二五就投二了呀，对吗？我觉得五也不太能是狼啊。十二号玩家发言是二五 PK 对吗？有时候不是枪，我觉得是十二吧。二号玩家发言是昨天在聊八是不是白的问题，我想一想二，那个二和十二，我觉得五不太能是狼啊，那个七也不能是狼吧，那十十一两个狼都走了，七号玩家那十一自爆，那不管四号玩家你除非盘三七十十一对吗？但我听五不是狼哎，五昨天我就在想，那最后一个狼是谁啊？十是狼，二可能不是吧？十号玩家井下发言是不信二视角的，三号玩家井上悍跳给六发查杀，三给六发查杀，井下开两个狼给井上丢查杀，那三号玩家在干什么？是吧？我觉得格局上可能是十二吧。啊，那个我肯定会出五，因为五号认狼了，这个游戏谁认狼肯定要出谁，因为是这样，虽然说我觉得十二号是我虽然一直觉得十二号是最后一狼，但是我肯定投票必须要投五，因为五号告诉我他是狼，如果你不投五的话，那万一结束之后五号真的是狼，那不就好人就跟傻子一样吗？那如果五号是好人，我不知道五号玩家的数据库是怎么样，就是他以前因为九号你认下五号是好人了，因为我不理解，因为我没跟五号玩过，所以我只能投五，即使我觉得十二和五里面十二号更像狼，因为我没跟五号玩过。如果一个人他认狼，你惯着他这个习惯，那他下次真拿狼了，他真的认狼了，你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游戏好人都天天说我是狼，你们我给你们压力，你们自己去想吧，那这游戏怎么玩啊？那不是太折磨好人了吗？所以我投只能投五。你们觉得十二是狼，像你们之间有数据库，因为你们不是经常玩吗？那你们可能认下五号玩家这个游戏玩法，或者说他有以前的这种，可能以前有这种经历，那你们就去投十二号了，因为二号一定是好人，我就过了。
不是，肯定要投五，你投票肯定要投五，因为你像我们以前录节目，囚徒有一次录节目，他说我是大灰狼，哈哈哈，然后他那盘真的是狼，然后结果游戏结束之后，他就是狼。那你既然惯着一个玩家这么玩，那你以后他永远这么玩，游戏结束，随便秀你一脸，好人获胜，对不对？你有人认狼，你没有，你不可能不出他的，你出肯定要出的。